Hello， 欢迎收看《野兽战争模拟器》，我是江江。这一次呢，要带给大家这个塔防的游戏。这塔防游戏呢，我刚试玩了一下，有点困难了 啊。不过呢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这一次我们要防守在这个沙漠，这个塔被攻击啊。然后我看看，我现在有6000块哦，然后有动物可以选择，还有这个恐龙，然后还有一些攻击武器啊。那第一局呢，对方有驴子32只，然后大象6只，然后霸王龙1只，这样子。我们这一局用什么来对抗他们呢？鲨鱼400块可以买10只啊，是不是？10只鲨鱼。对，然后搭配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是可以选的啊，可以选很多啊，那就选全部都啊，一次只能3个，对，然后 OK， 然后就选这3个啦。那我再选一些动物哈，冲一下版面呢。这个是猪哦，920哎，这是猪那么贵啊？有没有 penguin 啊？哎呀，有 penguin 有，我选错，不要猪啊。猪没有用，猪太贵了。不能取消吗 ？What？ 好吧，没关系，那就先这样吧。哦，剩160块 ，Go！ 啊，我知道，它是10只嘛，对不对？我要等这个法力恢复才可以再召唤他们。哦，他跑好快啊，为什么？然后可以选择。哇，这个猪好贵哦，这猪那么小只啊！就啊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它是可以类似那个 stun bomb 那个。哎，就是这一区域它可以让他们不能动啊，然后这是补血40滴血，哇，可以召唤这个天然灾害50，这什么？燃烧吧，大象！这个是什么？让那个动物可以燃烧起来，范围技能的，这是1500哎，这3000块是丢陨石吗？哎，哇，哈哈，好贵哦，3000块，然后这什么？这下雨吗？这是酸雨的样子，下酸雨，对它很没有用啊！去咬它吧，咬它，快快快！哦，第一局获胜了，损失惨重，又回到我们的6000块。我们这次可以买其他的，它的算是买其他的恐龙吧。我们这一局有哦。32只羚羊，然后6只大象，然后这个是长须鲸，为什么翻译是这样？我不确定是不是长须鲸，反正就是这种龙类的东西啊。而且还有10只啊，这个 T-Rex， 这个暴龙，这个霸王龙要1700，好贵啊。这个，这巨齿鲨，我点下去干嘛？这20000块。Oh no！ 好啦，没关系，我已经点都点了。那我选一些不一样的。我本来想选不一样的东西，结果点下去就出来了。那就点啊，全部都狮子好不好？狮子的那个狮子的战队，40只，刚好700块钱。然后这些东西全买。Go！ 没有哦。所以要先点之后再点动物才有这样子啊！啊，等你们过来很久了，来烧一下，快冲啊！狮子，咬死那些羚羊！哦，哇，超凶的！这个只剩下1只嘛，对。大象来了！
哎、欸，我的狮子全挂了，不会吧？哎、欸，他们要过来，他们过来，这次还在爬。哦，至少咬掉一只头啊，对不对？哇！咻！哎，要走啊！哦，骨头都跑出来了。哦，快咬他的脚，咬他的脚，咬！哦哦，什么东西爆？哎呀，好多蜥蜴啊！哇，不太妙，不太妙，不太妙！用的，哈哈哈哈，自杀用的，咬他，咬他，快点咬他！哦，这个20000，这还早嘞，是吗？2000哦！啊，不要咬我！快点，2000，2000，出不来吗？哦，他走路好慢哦，只有闪电了，闪电！我把我的恐龙打死了。哦，好，我们这第三局呢，有32只鸵鸟，然后。那个，这个是刚才那个龙，还有哦，8只长颈鹿啊，对不对？又我们的这个啊，要选武器，不然又没有东西可以选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羚羊啊，920块，哎，这有点贵哦。怎么都那么贵啊？这样子，这个好了。哎、欸，没了 ，Go！ 我觉得我们这一局会输啊，我们这一局会输啊，烧吧，燃烧吧，火鸟，燃烧吧，燃烧！哎、欸、哎，干、欸、嘛补血啦？按错了，再吹，不要啊，不要撞我的！哎、欸、哎，他们烧死了，哦。完全不敌他们，他们冲过来了，燃烧吧，火龙！这局要输了，我觉得这局 不太妙。快，去咬他们，去，去咬他们，快点，快点！终于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来一个大陨石吧，不用，烧吧，燃烧吧，火鸟。哦，我的血在损啊，我再来烧第二次，快！哎，哟，不错嘛，长颈鹿来啦，长颈鹿来啦，呦，来几个3000的，好不好？一次给你挂。等你们集中，我再丢下来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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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啾！哎呀！哦，不会吧？还有？不会吧？快快快快！3000！快点，快快快！哎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啊！快点！终于获胜了！天哪！不会还有吧？啊，最后一局啦！所以他这种东西，这种塔防一次有4局，那这一局我觉得就是直接放弃好了。我觉得选这好像钱又变少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是不是直接选？对啦，你看，原本选美格龙是20块，多了这个东西变220了，所以买这个东西再选这个就很贵啊。那大象的话，我选。迅猛龙好了，20只迅猛龙，对，然后那个对付另外一只美格龙，来个40只吧 ，OK， 然后这个是啊，
这个算是剑龙，对不对？剑龙上面就是翼龙，然后再是甲龙，这是泰坦巨蟒嘛，对不对？还是三？这是霸王龙，这样子要选哪一个啊？霸王龙的话，用猪猪打它，猪猪二十块，然后我来一个喷火的。OK，Go！ 对面来的大象，大象来了，冲啊！第一排，三角形。完全被他踩扁了！快，小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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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！啊，我的塔要爆了，燃烧吧！我烧大象，快点，快点，咬他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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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啊！啊，我这局输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一局先到这边。喜欢我玩这一类的游戏呢，请帮我点个赞啊！那想要看什么样的动物来对抗什么样的动物呢？请在下方留言给我。那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，拜拜。